浪漫的乐章为今天的婚礼揭开序幕，我们再给我们小提琴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。接下来要进场的呢，是我们今天最帅气、最热情的新郎。正好要进场了，请各位亲朋好友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进场。我们请正好跟大家挥挥手。我觉得此时此刻他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我们再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。他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其实平常我都叫他大特务，但是他今天有跟我说我要叫他正好。如果大特务我不小心叫他大特务的时候，请大家提醒我们一下。我们再给正好一个热情的掌声。看到各位亲朋好友